咱们很多人时常练行书啊，不知道怎么去控笔，甚至连笔也搞不太明白啊。咱们今天呢来讲一下，可能时间有点长，大家要耐心的听啊。你像我们要从最简单来说，横画连笔，比如说我们写个丰收的丰，三个横连笔，这个天丝我们也写的要细。再比如说我们写个毛，敢撇画，看横画连笔，天丝就是提笔。这个毛，两边这个要弯，这个弯呢就是要提起来一点，这正常方出钩。那比如说上下的连笔，比如说我们写个行，这两连横，看，这竖画连笔，看再来连笔，我们就用这个竖来带钩，哎，把这些简单字写好。那比如说我们还有见到这个撇画的连笔。你像我们写的行，这一个字我们是练习看三个笔画连笔，横连笔、竖连笔和撇画连笔。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啊就应该选择这样的字。那再比如说我们写个容易的易，看这两笔，然后看这是横连笔，下边看来一个撇画连笔。这个写平，回来这个写陡，让中间空出来。这是我们讲最简单的，像横、竖、撇。那我们行书里边啊，经常要讲到这个笔画，它要减省写短。那比如说我们写个厚，这写长它是主笔包，上边咱们写小抄里边收。咱们看这个子，哎，这个横，它要写短，本来长横它要写短。再比如说，我们写一个里外的里，看这两个横连笔，翻过来看，这个横写短，让这个横朝右边转，这个写短，收笔可以回下笔。那我们再写个未来的未，这个竖它为什么带钩呢？因为它朝上边走，撇画，你看我们这个捺画来代替这个。用这个点来代替，啊，其实我们用点来代替的，像这个横都可以的。比如说我们写非常的非，你看这个点，那这边我们也可以用点，看一下，这用二字符，这边看用这个二，但是要注意方向，所以我们用字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。再比如说我们写个真，里边是三个横。这要写手长的一个点，然后我们用三字符代替拉过来，然后下边啊我们可以这样来个横 S 不让线带过来。你要用点代替横的，我们像写这个元旦的元，你看点，这来回叠一下，来个竖弯钩。那你像我们写这个降，上面写的紧凑，这个主笔是一个长横，来个竖钩，看撇变成点，捺画变成点，左右要注意呼应关系。我们再写个简单字，花朵的朵，撇，看，哎，这个回叠一下，它拉长，看这两个点左右呼应，这要抖这个平，这样来处理。你像我们行书里边啊，经常使用这个笔画的圆转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写老师的诗，你看，哎，折画圆转过来，它圆转的地方呢要朝外放，所以这地方要紧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写个黄色的黄，也这样，看这回叠过来，看圆转，圆转就要轻，那么左边呢相对紧一些，两个点左右呼应，你看这地方空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的行书啊。技巧是很多的，我们再接着看。比如说，我们下边啊写这个放学的放，点横上下连，看回叠过来走，横到这回叠，撇画，然后这撇和横看连笔，这个撇和捺连笔。哎，所以我们行书啊可以按部件上来。那下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奇怪的奇，你看。连笔，横展长，这地方看，哎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写。
但是角度要控制好。那你像这个撇和横的连笔，咱们还有很多，最简单一个字耳，看，两个点左右呼应。所以我们写行书啊，一开始选择笔画比较少的，啊，具有代表性的字，这个代表性就主要体现在一些笔画和连笔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写个龙、横和撇，看这种连笔，竖弯钩，展开，开个小口。你看为什么要带钩？它圆转过来看，来个点，哎，大致就这意思。那再比如说，我们写个每个的每，看连笔，看这又来个连笔，这拉长。那不管怎么写，我们要把握住重心线。这个我们两个点可以用这个一笔下来，可以这么来表示。好，我们再接着写啊。你像我说了，具有代表性的字就是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笔画。你比如说我们啊，我经常举这个四，长横是主笔，这个下边这个竖钩和点的连笔，它具有代表性。你比如说我们写这个约绞丝旁，它有代表性。你看撇和横连笔，圆转过来看重、轻，这个环形线，它也具有代表性啊。你包括我们写这个高兴的兴，你看这两个点连笔，横写长，它还有下边的点画，你看这个横 S， 横向的 S。那最后我们再举两个字，比如说我们写第一个字足，足球的足，本来是这两个点加上一个反捺，那我们要写走呢，其实和这一样的，只不过是牵丝多一些，看一下。所以刚才像老师的举这些字，它并不是笔画很多的啊。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，要找准具有代表性笔画的这样代表性的字啊。那等我们写熟了啊，我们再去写一些复杂字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写个牵牛的牵，那这是我们在写时候更加侧重于连笔的动作啊。那比如说我们下边写一个难写字儿，像尾巴的尾，这个结构要搞清楚，这样组成一个比较复杂字。比如说我们写个感谢的谢，所以我们练字啊，刚开始不要求快，而是把这个笔画要过关。你只有笔画过关了，你再去把握结构，这样就好写了。我们再写个精华的精。还有朋友说，这个有些字特别难写，怎么办？难写的字，我们就要是经常的去写。你比如说，我们比较难写字，这个家庭的家，对吧？特别下面那笔画，看，你就要经常练。你像我这种写的是不是太自然的啊？这地方，咱们可以写快呀，熟了就快了，看，对吧？好，咱就讲到这儿啊。